你的夏天，这个夏天穿对自然凉。维密不只是处于比较闷热的场合，例如我在拍戏中会遇到夏天拍冬天的戏份，或者是古装造型戏服层次会比较多，小冰杯都能让我感受到凉爽的触感，不担心汗水的困扰。除了功能升级了，维密想适合颜色满足不同的穿搭，很喜欢的是这件网纱款，要做内搭也可以哦，配件轻薄的外衣就很有层次感。最后在维密怎能错过好看的睡衣呢？我身上穿的这款呢是水光绸睡衣，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凉快，很适合夏天，看这个光泽是不是很美啊。还有这个天丝系列也是我很喜欢的面料，天丝呢是一种天然纤维，材质特别的温和，不会刺激肌肤，触感非常柔软，可以很好的陪伴你入睡。除了轻薄印花款式，还有面料克数高一些的提花选择哦。这个夏天跟我一起由里到外穿对自然凉。小红书。